溺水小刀 CP 成真，菅田将晖小松菜奈情侣装配一脸，这神仙颜值我爱啊！现年27岁的菅田将晖和24岁的小松菜奈在去年秋天拍摄电影《线》的时候开始交往，至今交往半年有多。说起小松菜奈和菅田将晖这对绯闻情侣，前前后后大概合作过3部电影，分别是2015年拍摄的《错乱的一代》和《溺水小刀》，还有去年拍摄的《定情之作线》。96年的小松菜奈和杨颖一样，都是模特出身，随后转型成演员。但是和杨颖不同的是，小松菜奈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十分注重磨练自己的演技，所以在她出道后不久就获得了日本电影奥斯卡最佳新人奖。之后小松菜奈一直往电影方面发展，这次菅田将晖和小松菜奈传出热恋的消息可以说是受到中日网友的关注，不少吃瓜群众看好两人在一起，连同他们第一次合作的电影《溺水小刀》也被网友们翻出来。电影中的经典台词，你是拥有山川河海的神明，而我是因与神明交错而发光的少女，此时此刻更让大家觉得甜度爆表。